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真的想吃饭。哎，我们肚子饿了。对。真的想吃非常非常好吃的豆腐花。内用，一个红豆豆花，冰的。这样就好吗？这样就好吗？嗯。This one is okay。花生豆。你是花生豆。里面烧的。好。这里面你好，我有一个花生豆。花生豆吗？哦。冰的吗？啊，冰的，对。How are you? How to you? No. 谢谢。谢谢。哦，是我的。Yeah. 别的人坐在这里。Let's eat. 你可以吃两个。我只有吃一点点而已。来，吃。我真的喜欢。好吃吗？当然很好吃，我很爱花生豆。真的？嗯。花生豆花。嗯。哦，花生豆花。那你吃吃看红豆豆花。好吧。我觉得你们公司的几个不错。好的。也不错，不过我觉得，真是太难了，都很好吃。那我也吃吃看。哦，试试看。那你的结果是什么？哦，还不知道，都很好吃。OK， 对，红豆豆花。嗯。试试看。吃。对，非常好吃，对吗？哦，很好吃哎！试试看我的，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你觉得比较好吗？花生，比较好吗？我觉得这里比较好。花生的那个味道真的很好吃。哦，对，那个是我觉得好吃。哦，但是比较大了一块而已。可是我的，所以拜拜。拜拜。